那你们知道迈克尔·杰克逊那个45度角吗？现在也可以啊。你可以四十，你不要。45度角，小心！哦，我不知道你要干嘛，你居然做了一件我最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只能说你的手脚太利落，一切发生的太快，我们太快太快，你就是像在百货公司玩的小孩一样。来，你刚刚表现也不错，谢谢导演，好不好？导演可能要快点，我这边快起雾了。没有你的时候先拿下来啊。那可是这样，我的飘逸刘海就会坏掉，所以我要。我觉得你不要这样耍性感，好不好？好恶心哦。好恶啊！好冲突啊！好冲突！我们这次任务是阻止八刀梅捡凯勒大魔王。谁呀？快点把你的面具摘掉！面具掉了！哎，我开枪吧！给你，开枪了，开枪了！